福州就是。是是是，没有还给老师。对对对。那其实我们也在讲，有在歌唱啊、唱歌跟演戏，那在配音这一块上学到的东西，对于你在演艺事业上有没有什么的帮助或是分肯定有。第一嘛，就是我说的认识声音嘛。嗯。你首先你要知道麦克风对你的声音的影响是什么。是。对。然后再来就是。我刚刚说的共鸣很重要，每一个共鸣发出来的声音都会有它的意境，是正在情感上也可以有更多的投入。对，再来就是咬字，就是咬字其实对演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声音表情是戏曲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块元素的。是，那在配音过程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今天一直被问到这一题，我很努力的回想，但毕竟那是五年前的事情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管讲什么，粉丝都会觉得很有趣的。因为我回头看那个影片，我觉得哇，怎么那么肿啊？青涩，没有没有是肿。现在变更帅了。然后我经纪人就说：“你怎么敢出来？”没有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帮忙配音嘛，先不要露脸，出声音这样子。但其实真的也是很感谢我们阿布，因为就像你刚刚讲，制作动画电影真的很不容易。是。但你遇见了像肯特导演这样这么有热情、倾家荡产，对，一定要把电影拍出来的人，所以你觉得一定要参与在当中。其实大家很多很多人在默默的为台湾的很多产业做努力，是。我想肯特导演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是。然后还有他的团队，因为做动画，说真的在，这个娱乐产业里面在台湾是比较不被重视的一块，有这样的一部片可以让大家放松一下心情，没错，对，然后看一下有正义的 这一方会不会战胜，是，对，等一下我永远都希望这个邪不胜正这样子，哦，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一起进电影院来看看故事的结果，那也请大家呢在我们寒假的这段期间一定要好好的来支持，是的，我们的猫影特工，是，那我们这边掌声谢谢我们的阿布跟巴迪，好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留两位在台下，让我们现场美丽继续捕捉一些画面，还要捕捉是不是，对，因为他们刚刚就是会摆不一样的 pose， 再让我们媒体朋友捕捉几张照片，好，那也请我们的创作团队制作团队可以准备哦，好，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肯特导演阿山跟 Michael 呢准备一下，好，有请，好，正前方左手边我们也看一下左手边，还有右手边，右手边，正前方下方，好，上方离视线高一点点，正中央上方高一点点，好，再看这边，这一台，好，对，来放哪边？不拍吗？我们挥挥手，左，这边左手边这里，好，右手边，右手边一点点。